头收藏了好多的风霜，等待遇到一个人可以懂得品尝。在意的有秋有风，告诉你个秘密。嗯，分手之后我有想过去找你的，车票都买好了，后来没去。我当时做了好详细的攻略哦，你的警校旁边有哪家青年旅社划算，有哪家小吃店便宜好吃，我都写了，写在了我的小本子上。小本子我锁在抽屉里了，我姑姑书房里的抽屉。为什么没去？不知道，年轻吧。秋天的落花，在一个有缘的回来找我，应该告诉我的，你干嘛不说？不知道，年轻吧。你干嘛学我？请坐好下车准备。哎，我看到他们了。